好，这次呢，除了这个幽鼠性的风铃声跟这个景乐起哈，那景乐起是有正反哈。关于他们两个只的技能介绍部分呢，影片已经有出了啊，欢迎到频道去看哈。哎，不管了，先做风铃声比较重要了。风铃声不抽吗？哎，他有在行动哎。Hello，但你安安。第20抽。可能是风阴剑平跟风寒月吧，可能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跟不会啊，臭皮啊！3 4 5 6 7，1 2 3 4 5 6 7，1 2 3 4 5 6，那就近，那就近。应该是下一个吧。我想应该就是风，幽鼠风铃声了吧？下一只，下一，完了、是你唤醒我的吗？第二希望，第二希望，哎、欸，可以收工了，收工，收工，啊，收工，收工，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怎么难看死啊？没礼貌！哎 好啦，再抽一下。哎、欸，万一后面抽到爆死怎么办？你不要害我啦！不要害我啦！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搞我下一次 SP 阴剑平凤凰月，然后我就没抽到了，那我就恨死你了嘛！不然影往片，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不然影片太短是这样。我才不管短不短嘞！好啦，再抽一下啦。等一下哦、喔。往者不可见。基本上这全开了啊、哦！哎、欸，补齐，然后开到这里，这个我现在已经没在看这个东西了，反正就是把它点完。80抽三个风吗？哎、欸，反而是风吗比较好中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转一下，时装，哇，这个。哦，后面是黄浦生，这一套还不错啊，会动吗？不会，不会动。我始终把自己看作迷心的躯壳，会；我始终把自己看作浮游之鱼，心的躯壳，会；我始终把自己看作明日就将死亡之人。对啊，新的红奶没有不强啊，蛮强的啊，这真的蛮强的啊，说实话蛮强的啦。好。背影是有点多余了，我把它用置顶啊，对，我们看一下原本的状态的风吗？长什么样子？嗯，会动。往者不可见，过去只是于我而言。往者不可见，过去只是于我而 OK，言，赞赞。不算作一种遗憾。好，我们要30抽了。我们30抽看会，好，我们去抽啊，抽到下一个绝，我就要停了，好不好？应各位要求，好不好？40。五。50，那个音乐不是上官远的音乐吗？50没有，那也差的，我们已经抽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原本已经要结束了，因为20抽都抽到风铃声了，
现在是要再拼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拼而拼的啊，应该说应观众要求啦，哦，不然太难看了哦，拖快太欧也不好，不欧又被你们酸哦，你们很难伺候哦。七十抽，八十抽，哎，加发数了吗？没有，你看啊，都你们啊，加趴数了啦。啊，这还是给我中了，没有中我真的要生气了。一个。啊！干你娘！如果可以，俺先于超越已有的剑，写的大剑。我的疑问文都跑出来了。我不要这个粗，我不要这个大。哦哟哦，啊 ，Y 的不是比我在抽吗？好，我们继续抽，抽到下一个绝就结束了。一百，我以后不要听五六一九的话了。一百一十抽，哎、欸，不要卡住哦。一百二十抽。一百二十抽，一百三十抽，亏爆了好不好？一百四十抽。没有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没了啦！完了完了，单抽出奇迹，一、三、四，啊，没了没了，真的没了。嘿嘿，啊，还有，哎、欸，加发数，加发数，刚四嘛，啊，五，五，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该有了吧？这样还没有。好，等啊，有了有了，挖矿挖矿挖矿成功。好，继续。也有，还是没有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衰、欸。七，哎、欸，不会这样还没有吧？哇，不要！八，有了哦。哎，结束。好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一五八三绝。啊，可以啊，平均53抽一只啊，捞到了啊！好了好了，下次不捞了。哎，蛋你感谢，还好还好啊，就这样就这样，然后结束收工。我还抄的，可是我啊，咸鱼抄我就没什么在用啊，也不是没什么在用，这我本来就没有，但我有
就不会想派他上场，你知道吗？下一次可能没办法抽了。好啦，然后吉恩奇有阵法哦，阵法在这里，阵法就不用看，反正既然介绍影片有讲过了啊。其实跟你讲，这个角色超复杂的，去看我的影片，我懒得再讲第二次了，因为这种太复杂了。反正是可以抽的啦，这些角色是可以抽的哈，就这样，结论是这样。好啦，来看一下时装。反正像工会站位我都是放护卫比较多。对啊，但是冲女的嘛。他也有鱼的烙跟葛云一样。这个套装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好啦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总之就是158抽，然后三只绝各中一只，然后一只咸鱼超，咸鱼超啦，咸鱼超，好，就是这样。